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，咱岛的风水。十方善知识，各位朋友们，风水的法则就是大道。大道它是无所不包，大道是人生生命的一条光明之路。那么我们要寻求一条光明之路，除了我们努力以外，有一点很重要，我们积善德，积德之道是真正的大道，智慧之道也真是大道。所以我们每个人在世界上短短几十年之间，大家都是有尊严的，大家都是有爱心的，大家也都是好，很有慈悲心，都愿意供养我们的身口意念来服务大众。可惜为什么那么多人的失败，那么多人的不如意，那么多人的颠颠倒倒，这些都是我们社会的问题，不是个人的问题而已，而是社会整个的福分，社会的问题。若是我们每个人了解到我们家内在心灵的家是一股祥和的家，我们的内在心灵这个家，我们要来创造，让它内外如一，外庄严内清净的家，这是非常不简单的。在宗教家都是劝大家行善积德，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不二法门。人只有在行善的状态之下，我们心才会有所安，我们人在清净心安的状态之下，我们的智慧才会发露出来。那么我们要发露智慧，究竟以什么样的来发露呢？当然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是为佛之教义。所以在我们人世间短短几十年之间所碰到的问题，八万四千种的法门，八万四千的烦恼，相对有八万四千的快乐与幸福。若是我们一个人他能够时时把持的快乐的心情，你必然智慧会出来。那么你要把持快乐心情，一定要从行善，该做的工作我们要把它做好，就是行善，该尽的本分把它尽好，就是行善。我们作为公司的员工，我们该尽的责任我们把它尽好，也就是行善，也就是修行。那么我们做老板的，我们能够有所成就，我们要感谢社会，感谢我们祖上留德，祖德流芳给我们，我们才有机会今天的成就，
我们要去感恩，我们要去感恩，感恩社会，感恩国家，感恩祖先以外，我们要心存感恩我们的员工们，员工们的辛苦，好，他们也是在履行我们过去生生生世世的有约而来。今天借着一件事业的主题，大家同一个屋檐下，同一个地球上，同一个国家里面，同一个工厂里面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创造，一起来努力，一起来珍惜这个情，珍惜这个缘，这个就是人生，也就是风水啊。各位朋友们，好，大家好，都是在世间上各尽本分，各尽成就，各尽努力，在维持的人与人之间的缘分。那么接近或好也好，远离也好，我们的缘永远是没有断过，才有一句叫做藕断丝连。那么藕断丝连是什么连？心与心的联合在一起。那么相对的，我们做一件事业，即使短暂我们不做了，但是这个心和情，好，我们还是永远把持的。若是一个人能够珍惜人与人之间的情和缘，我相信每一个人你在事业上一定会有所成就。若是一个人他时时保持的平静祥和的心，即使不高兴的事情，我们也把它接受，把它接受起来，作为一面镜子，我们看这面镜子，凡事与我们都有是有缘分的。你有缘分，必定会借各种的缘分，各种的际遇，各种的挑战，各种的事情，或是相互成就，都是在提醒我们，作为我们人生的座右铭，也是作为我们人生的导师啊。各位朋友们，人在世间上的事业是永无止境，事则就是互相事后，业就是业力，共同的愿望，维持社会调和的视为业力，维持事业调和的之力为业力，那么业力必定有牵有绊住了，有互相牵制，互相绊制，也有互相成就。所以各位，大家了解到这个法则的时候，我们用欢喜心、平常心、快乐的心、感恩的心，我们来感恩，我们来感谢社会给我们的恩，感谢国家给我们的恩，感谢父母给我们的恩。若是我们时时有这种想法的时候，我家的风水是很好的风水宝地，因为我家的风水，我们大家的家的风水，空气流通顺畅，四平八稳，动线很流畅的话，我们住在里面心就很安详。当一个人安详，智慧就出来，一个安详就有一种感恩之心的啦。各位，等一下大家就要睡觉了，我们在16分钟后我们就要祝各位晚安，祝各位有一个美好的梦。你有美好的梦，必须要有一个好的家，安定的家，安定的家有一个好的风水的家。
所以我们自己心就是安静嘛，就是好的风水的家。好，很多小朋友们，好，你们有缘分，我跟各位讲，我家的风水，你家的风水，也许小朋友，啊，你的家门可能就有小毛病。门在我们的家的门是嘴和鼻子，鼻子和脸，嘴如果有毛病了，表示我们的头脑不清醒，好，我们的心也不清净。早上一大早，哈啾哈啾。好，我们读书的时候，你所记忆的，当你只读了很多，当你要表达的时候，表达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？这个就是你家的风水有问题。那么各位可以检查一下，你睡的头上是不是有冷气机，你睡的脚的前面是不是有冷气机，或是你的右边是不是有冷气机。这个冷气机会影响到我们的鼻子，影响我们支气管，支气管不好，心烦气躁，你所读的书，你没有办法去来反应，啊，所以大家记住，我家的风水，我家的风水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各位你的小朋友鼻子常常哈欠的时候，眼眶黑黑，鼻涕倒流，这种情况的时候，记住。告诉你的小朋友，早晚睡觉的时候，要是睡觉用热毛巾热敷，多热敷十几分钟，多热敷，明天早上起来，小孩子哈欠机会就会少。那么明天早上起来，你再用热水、热毛巾来热敷，那么一段时间以后，你的鼻子就好了，好了，那么你的心灵的家。你就会平静，而你的思考就很清醒，思考清醒，那么你做任何一件事情你就会顺利，包括你在读书也会顺利的啦。所以风水的法则是包含的很多很多的法则，有84000的法门，我们未来还要播出很多很多的妙法，包括我们这本风水学的奥秘，包括风水学奥秘在台湾新生报我们连续连载的一年，新生报连载一年之间，书方善信大德们来请这个华有了简报，好，来回家呢作为珍宝。所以我们的风水的法则包罗了范围非常的广泛，包括心灵的家，包括外在的家，包括社会的整个的家，包括的整个国家的家，包括整个地球人类的家。所以我们希望各位朋友们，风水的法则在社会上也是一个维持社会安定的一个法门，也是一个创造我们社会安定的一个不二法门。风水的妙法无奇不有，都是智慧的开花。风水的法则不是我们迷信所谈的风水啊，刚才跟各位讲了，鼻子不好，鼻子也是一个家，表示家庭，我们的个人鼻子的家，为什么会哈欠？为什么鼻涕倒流？所以很多小朋友们鼻涕倒流了，喜欢吃甜的，喜欢吃糖，甜与糖吃下去了，鼻涕更多，更加鼻涕倒流，一倒流呢，你就卡住两边，然后支气管就不好，
支气不管不好，胃也就不好。胃不好，肺活量不好，肺活量不好，好，那么我们就开始会温故。温故呢，肺活量是这个展不开来，胃不好，心悸，心悸，读书记不起来。啊，三句话，两句话，你就不停。这种情况太多太多了啦，我看过太多。因为在我们维新中的法门里面，我们目前开一间大学，全国各地到社区去开课，200多班，60几位讲师法师都在各地传授易经风水的妙法，这个也是维持整个社会的家的调和的一部分工作。各位朋友，各位十方善知识们，风水的妙法无奇不有，风水的法则在我们生活之间。你可以不相信风水，但是风水在我们的生活中占了整个人生的全部。若是没有风与水，就没有人，也没有万生万物。没有风与水，我们没有办法生存。所以我们所谈的风与水，不是一般所讲的埋葬好我们的祖先的骨骸的工作，不是这样而已。我们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找到一些烦恼的答案，如何趋吉避凶。所以我们全省到处开易经大学的各地出版，好教各位易经心法，教各位风水学妙法，以及能够保护自己不伤害别人，然后我们来帮助他人，这个也就是真正的修道啊。各位十方善知识们，我们今天既然开辟这个时段来了，我们希望本着从内在心灵的世界来探讨，我们要睡觉比较好睡。再过8分钟，我们节目就一个段落。那么在这8分钟里面，也许各位你会找个一个你所需要的妙法。上一次我们所讲的，我们讲的前面不要有电视机，千真万确。好，不要有音响在后头，也是千真万确。好，尤其呢，注意我们床位下面不要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你摆的越多，住在这个睡在床上的人，智慧开始渐渐迟钝，好，开始腰酸背痛，小孩子开始读书记忆力会减退，因为磁场的关系，乱了我们的思想，乱了我们的心，造成我们的智慧受到大大的折扣，所以这个也是风水啊，也是风水。还有一件对孩子很重要的功课，孩子的床睡了右边或者左边，绝对不要有冷那个电冰箱、冷饮机、电冰箱，这会造成小孩子的耳根、耳膜、耳压很高，很高的，所有的记忆力会减退。这一点我们如果有这个现象的亲朋好友们，各位十方善知识们，速速离开，移到房间以外。若是我们小朋友的书桌啊，在卧室里面面向着靠在厕所墙，你最好把它移开。你靠在厕所的墙，同一片墙，这边是
书桌，这边是厕所，中间一道墙，你靠在一起的时候，小孩子读书越读越退步。我印证了很多很多，有的说还没有这个现象，但是我们最好移开，等到现象一发生的时候，来不及了，已经一片乌黑之天呐。好，那你要等到它再光明，必须要还要一段时间。所以各位十方善知识们，风水在我家，我家的风水吉凶祸福，不是只有看我什么命，做什么方向，也不是说看我什么命，好，我做什么方向才赚钱，不是这样。我们先让整个自然，它的平衡，人要融入自然之中，了解自然的法则，即是大道。啊，了解大道以后，我们要融入大道，那我们的人生一定是顺天而昌。啊，顺天这就一定是昌盛，等于顺着大自然。大自然、中自然、小自然，所以各位，我们每个人的家，好，香烟、香火，绵绵千万年，这是我们每个人所希望的。但是你如何让你的香火绵绵千万年呢？最重要，我家的风水去创造。我家的风水就是我心灵的家的风水，行善积德，多做好事，啊，多行功立德，多往善的一面来努力，来打拼，来创造。我相信我们家的风水都是非常好的好风水。各位十方善知识们。好，我们讲到风水，明天继续讲。我们明天呢，会正式进入主题。进入主题呢，啊，等于上一次我们所传的话，风水的定义。那么风水的定义，大家了解了。然后今天也知道我家的风水，在心灵，在智慧里面。那我们如何来融入这个家的风水呢？这是一个人生的课题，也是我们社会整个的课题。我们今天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所有的会员们，支持这个时段的会员们，你们的辛苦、你们的爱心、你们的付出，我相信你们付出这个时段，你们所花的钱，龙天护法护佑你们，让你们能够再有更多的机会来护持社会上的公益。那么今天你们已经护持这个社会公益的节目了，我们也一再的要求台视公司呢，能够尽量给我们啊优待，啊，希望我们社会的公益，国家要做不方便，我们任何一个团体要做也很多不方便。那么，既然那维新中财团法人中国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、一行大学、仙佛寺等等呢，我们这个单位大家共同努力来完成，好，共同创造清净人间佛世界的一条路。我们愿在此呢，好，我们以功德回向给各位朋友们。夜深了，大家好好的睡。好，祝各位家的风水清净，有一个美好的梦和美好的未来。祝福各位，阿弥陀佛。恭喜发财。